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深度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零售销售的挑战以及年轻人面临的毒品危机。首先，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十月迎来了自五月以来的最繁忙月份。DBS 和汇丰的高管们在这个时候纷纷投入豪宅购买，显示出市场信心正在复苏。交易量的激增让我们看到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反应。 未来几个月或将成为观察市场走向的关键时期。然而，与此同时，香港的零售销售却连续第七个月出现下滑，降幅虽有所缩小，但依然让商家们感到不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前往中国大陆购物，这对本地商业造成了持续的影响。政府的刺激措施能否改变这一趋势，还需拭目以待。而在另一个角度，香港近期发生的三起与新兴毒品太空有有关的死亡事件。 让人感到震惊，这种毒品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特别是年轻人正成为受害者。政府已开始加强对该毒品的打击，然而如何有效保护年轻人免受毒品侵害，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十月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个月被誉为自五月以来最繁忙的月份，尤其是高端住宅市场。 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正是时候进场购买。DBS 银行和汇丰资产管理部门的高层在这个月成为了豪宅的新主人。根据南华早报报道，这一现象显示出市场的回暖，交易量较上月激增百分之五十二，达到五千八百四十五宗，这可谓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中原地产分析指出，这一市场复苏有赖于多重因素的推动，包括利率下调、印花税减少以及按揭融资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北京在九月底的刺激政策，这一政策引发了技术性牛市，进一步提升了购买信心。随着这些政策的影响预期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显现，中原地产预测十一月的市场活动数据将更加亮眼。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DBS 银行香港首席执行官塞巴斯蒂安·帕雷德斯在十月二十二日以四千九百四十万港元购买了位于跑马地的 Day Astor 三房单位，而汇丰全球资产管理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莫罗则在十月二十三日以五千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了中环的 Century Tower 豪宅。 这些交易无疑是对市场信心的强烈表达。与其他早已进场的投资者一样，他们在低迷的市场中寻找到了绝佳的购房机会。除了这些高管，还有不少亿万富翁选择在今年进场，如 CATL 的曾毓群、比尔水晶的杨建民夫妇，以及工具制造商、Tech、t e c t r o n i c Industries 背后的普德威家族。据中原地产报告。 十月份有一千六百一十五套新房成交，总值达到一百七十四亿港元，相较于九月的六十亿港元，增幅显著。二手市场亦然，交易量达到两千八百九十八宗，总值二百零二亿港元，增幅达百分之三十。今年的交易量预计将达到一万六千五百宗和三万两千宗的水平，这将是自二零二一年以来的最高值。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为市场注入了一剂信心强心针，他提出降低按揭融资条件，放宽贷款规则至二零零九年前的水平。这些措施无疑将进一步刺激市场活动。随着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未来的几个月将是观察香港房地产市场走向的关键时期。然而，与房地产市场的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零售市场的低迷。 九月份的零售销售连续第七个月同比下滑，降幅达到百分之六点九。这一趋势反映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前往中国大陆购物和娱乐，对本土商业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香港统计处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零售销售额为二百九十六亿港元，相较于八月份的下降幅度有所缩小，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企稳迹象。政府发言人表示，尽管如此， 短期内零售行业的表现仍将受到居民和游客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随着中国大陆推出的刺激措施逐步落地，这有可能促进消费者的信心，从而支持消费支出。此外，政府也积极推出各种措施来提升市场情绪、增加就业收入，这些措施预计将对零售行业带来积极影响。例如，政府计划开发新的旅游热点。 放宽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签证申请条件，以及推动银发消费，这些举措不仅旨在刺激零售行业，还希望能帮助中小企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政府还计划重新启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计划，以及扩大电子商务一通的覆盖范围至东南亚十国。但是，零售业的挑战依然巨大。根据数据显示，二零二四年前九个月的零售销售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七点六。 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着现金流困难、业务损失甚至倒闭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商家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策略来应对挑战。在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香港近期发生了三起怀疑与新兴毒品太空油有,有关的死亡事件，这再次将毒品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警方报告称，今年因持有该毒品而被逮捕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十倍，这种增长速度令人震惊。 太空油主要成分是只能医生开处方的麻醉剂依托咪酯，这一毒品的危害性不容小觑，已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截至九月底，警方已逮捕了九十八人，涉及六十起与太空油相关的案件，查获的毒品总量达到两千八百克和五百一十毫升。这一数据与去年相比，显示出一个惊人的增长趋势。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被捕者中有十六人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 显示出年轻人正在成为毒品市场的重要目标。香港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加强对太空油的打击，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将其列为受管制毒品。这一动作旨在严厉打击与太空油有关的犯罪活动。任何人若持有或吸食这种毒品，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一系列的事件让社会不得不面对毒品问题的严峻现实，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影响。 如何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引导他们远离毒品，成为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课题。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政策和措施来保护年轻人，使他们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健康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在这场对抗毒品的斗争中，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香港房地产市场是全球最具竞争力和高价的房地产市场之一，以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特征而闻名。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的南海沿岸，地狭人稠，地理面积仅约一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而常住人口超过七百万。 这种地理限制导致土地资源极为有限，土地供应持续紧张，成为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香港的地形大多为丘陵地带，适合开发的平地主要集中在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的部分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供应的困难。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包括高土地价格、高建筑密度以及有限的土地供应。 政府实行的高地价政策是指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方式来提高土地竞标价格，以增加政府收入。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土地由政府拥有，并通过拍卖或招标方式出让，导致土地成本高昂，进一步推升房地产价格。此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投资和资金流入。 这些投资资金加剧了对已经有限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压力。在过去几十年中，来自中国内地的购房需求也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因素，尤其是高端住宅市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影响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贡献了香港 GDP 的重要份额。房价高企导致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一直是香港社会的一大挑战。 普通市民的住房拥有率相对较低，许多人依赖于公共房屋计划。政府推出了多项政策以缓解住房问题，如兴建公屋、居屋以及推出首置上车盘等计划。但这些计划对于迅速解决住房问题作用有限。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状况、利率变动、政府政策调整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等。 全球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以及近期新冠疫情等事件，均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近年的数据显示，香港住宅价格指数曾在二零一九年中达到高峰，随后因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而有所回落。二零二零年初的疫情进一步导致市场承压，但在随后的复苏过程中又呈现出回升的趋势。 香港地产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投资者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谨慎的投资策略。综上所述，香港房地产市场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高地价、土地供应有限、国际资本流动、政策影响等共同塑造了其独特的市场环境。面对高房价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挑战，未来的市场走向仍需关注政府政策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强势反弹，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尤其是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时期。 随着 DBS 和汇丰等金融巨头的高管们纷纷入市，这不仅是对市场信心的强烈表达，更是对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的认可。这些购买行为表明，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具有吸引力和潜力。我们应该认识到，就算是在过去几年的困难时期，香港的豪宅市场仍然能够吸引全球顶尖的买家，这是对市场韧性和长期价值的最好证明。 楚天舒，你真是过于乐观了。虽然房地产市场看似活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些高管的购买行为固然引人注目，但不能忽视的是，普通市民依然面临庞大的住房压力，房价的高企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无法承担。你提到金融巨头的高管们，但他们与一般市民的购房能力可是天壤之别。此外， 香港零售业的持续低迷和毒品问题的恶化，都是社会问题的缩影。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算房地产市场表现再好，也是治标不治本。谢琪琪，我承认香港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整体经济改善的一个信号。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和优秀人才，这对整个香港经济都是有利的。 至于房价高企的问题，特区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增加房屋供应和优化贷款政策来缓解。这些措施将逐步改善普通市民的住房困境。至于零售和毒品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协作解决，不能将他们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立起来。楚天舒，你对政府的乐观期待可能过于天真。 增加房屋供应和优化贷款政策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实质效果，这在过去的多次尝试中已经证明了结果并不理想。更何况，香港的资源有限，土地供应的瓶颈问题一直存在。至于吸引国际投资者与人才，香港需要的是全面的社会稳定和健全的政策，而不仅仅是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正如你所提到的。 零售和毒品问题是社会的痛点，这些问题如果不优先解决，将会削弱香港的整体吸引力。谢琪琪，你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的政策努力是有目共睹的。随着按揭融资制度的改革和印花税减少，这些政策已经开始显现效果，扩大了更多人群的购房能力。香港的地理优势和国际化环境，使得它在吸引人才和资本的竞争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短期的困难不应该掩盖长期的潜力。只要政府持续推进改革和监管，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将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复苏。楚天书改革和监管的确是必要的，但不要忘了，香港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民生和安全。房地产市场的上升只是利好了一部分人，普通市民依然面对着生活成本高昂的压力。 单靠房地产市场来拉动整体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以改善社会福祉。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和繁荣。我是评委何理，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楚天舒和谢琪琪的辩论涉及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及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无疑对当前社会经济局势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两位辩手的观点截然不同，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多维性。楚天舒的立论强调了房地产市场复苏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是香港经济向好的信号，并且提及金融巨头的入市行为是对市场信心的体现。他的论述中不乏乐观情绪。 将市场的反弹和政府推出的政策视为解决住房问题的希望，然而这种观点却过于忽略了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和普通市民的实际困境。楚德利论虽然有其逻辑基础，但对于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却稍显薄弱。反观谢奇奇，则以更为现实的视角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他提到普通市民面对的住房压力和其他社会问题，强调了房价高企的负担让许多家庭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他的立场是，单靠房地产的繁荣无法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并呼吁政府应将注意力放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谢的观点让我们明白，经济的繁荣并不等于社会的公平，这一点值得重视。 总体来看，楚天舒和谢琪琪的辩论展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楚的乐观与谢的务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但若忽视了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和民生问题，则可能会导致未来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我认为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香港的政策制定者需更加注重社会政策的完善。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固然重要，但唯有确保每个市民都能平等地享受经济繁荣，才能真正实现香港的可持续发展。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十月可谓是自五月以来的最繁忙月份，这主要归因于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利率下调、印花税减少以及按揭融资制度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DBS 银行和汇丰资产管理部门的高层管理者也成为了新科豪宅的主人，这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特别是， DBS 银行的 CEO 在跑马的购置了一套价值4940万港元的豪宅，而汇丰的 CEO 也花费5000万港元在中环购买了一处豪宅。这些高管的购房行为显示出他们对市场的信心，并且预示着在利好政策刺激下，未来的市场活动可能会更加活跃。 尽管房地产市场呈现复苏的迹象，香港的零售行业却面临着连续第七个月的销售额下滑。九月份的零售销售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九，这一现象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到中国大陆购物和娱乐所导致的。 政府虽然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市场情绪和增加就业收入，但短期内零售行业的表现仍受限于消费模式的变化。随着大陆经济前景的改善及政府措施的落地，未来零售行业或许能迎来一丝曙光，但目前商家仍需努力应对这段艰难时期。同时，香港也面临着新兴毒品太空游的潜在威胁。 三起疑似与太空油相关的死亡事件震惊了社会。警方的逮捕数据显示，涉及该毒品的案件和人数惊人增长。太空油主要成分依托咪酯的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死亡。政府计划在明年将其纳入毒品法，对任何持有或分销该毒品的人进行严厉处罚。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让人对毒品的危害感到恐惧，也凸显出社会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和应对的迫切性。总结来说，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政策支持下显示出了复苏的迹象，而零售行业则在消费模式的转变中挣扎。然而，同时面对的毒品问题提醒着我们，社会在繁荣与发展的同时，仍需警惕新兴挑战的出现。 这些动态共同构成了当前香港社会经济的多重面向。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性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